给我一个钻石，还有1000金币。哇，我要钻石，但是我没有这个，哎，这个普通的熔岩史莱姆怎么办？等一下啊，让我考虑一下。哎，我现在就去搞那个熔岩史莱姆，我现在就去搞矿场。对，矿场有熔岩史莱姆，有爆炸史莱姆，不是熔岩史莱姆，爆炸史莱姆。哎，直接找到了。哎，一个 nice， 不是说听说啊，有一个地方很神奇，全都是黄金的史莱姆，满地都是黄金史莱姆，随随便便都找出一堆拉的那个黄金石，然后就可以去那里采黄金石，之后就可以疯狂赚钱吗？有吗？有那个地方吗？我找到三个爆炸史莱姆了，走回去。昨天呢？昨天没有直播，原因是因为，睡着了，剪辑剪着就剪困了，就睡觉去了，睡着睡着。哎，就天亮了，所以说就没有直播，很难受。哎，少骗了一波钱。哎，不，那个，哎，少给大家带了一份欢乐啊，很是愧疚。爆炸史莱姆三个对吧？啊，我这个什么火焰结晶四个，普通结晶，火焰晶，一二三四，多拿了一个，没有关系。Nice， 啊，钻石还有1000金币。哇，这个老太太真的是。太给我面子了，一下给我了个钻石，真的是天大的好消息。史莱姆都不喂了吗？之后再喂吧。今天就是，哎呀，之前我是打算决定是搞那个什么资源的分布啊，分布的一个资料，但是呢，现在这个材料有点少，我应该还会继续努力搞下去，然后之后给你们一个完整的这个攻略啊。现在是电钻都搞完了，还差帮铺的。电钻是那个什么沙漠啊，矿场，量子遗迹，还有这个，哪儿的？沙漠、矿场、量子遗迹，还有丛林啊，对。但是家旁边算不算啊？不管，家旁边就不管了。帮铺放在矿场吧，放矿场看能出什么东西。矿场没放过呢，好像放过。哎，不管了，再放一遍。安装，为什么要一次整六个呢？因为它一次一个种类最多只能放六个东西，所以说这一次整六个嘛。啊，这个就睡一觉，等它刷新啊，等它那个时间过去。现在啊，可以去收集一波粉红结晶。话说那个金色浆啊，这个金浆啊，是怎么再也不刷新了呢？怎么回事？第一次看到凯风直播，哇，我都直播这么久了，直播几年了，才第一次看。没关系，以后常来。岩石都太多了，就是永远都用不完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每次这个用粉红和岩石的比例都不对。然后所以说就每次都剩下一点，然后多剩啊，就剩了好几百个，喂点吃的。哇，这吃的都没长出来。哇，就怎么就七个呀？怎么就七个呀？我靠，太穷了。行吧，这个就睡一觉之后再等第二天作物长出来了之后再喂，就赚一波那个粉红结晶。这没办法，这个史莱姆太多了，也不能总去找他们陪他们玩，只能把他们送去水世界，让利维坦去养他们。黄金浆每个地方只刷一次是吧？那好吧，那个地方的传送门我就拆掉了，就换成那个后院的了吧，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再放一个，再换一个。哎，差点弄错了。不是啊，我想说还有哪个地方可以刷金浆啊？这怎么才这么点东西啊？哇，太初有很多，太初有是最多的。嗯，哇，这么多太初有，然后凝胶那个，然后就是螺旋蒸汽。哎，怎么只出这几个东西啊？那这一趟这一次没有研究出什么东西来，还是说只出这两个东西？
咱们再试一波，再试一波。如果还是指出这两个东西，那只能下定结论是他指出这两个东西。再搞一波，再搞一波帮铺，再试一遍。矿场不是挖矿的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是为了研究这个各个地方哪个地方出什么东西最多，哎，为了研究这个攻略，所以说、啊、才这么放的，啊，这不为了以后更方便吗？为了以后的生活更美好，只能现在吃点苦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就像赚钱一样，就像你得先研究。灌洋葱 ，nice， 找到了 ，nice 啊，老铁，我找到灌洋葱了，这又可以再种一波了。这次灌洋葱可以种在那个。这个麦欧戈登的那个营地那边，可以，我回去种一波灌洋葱，好久都没找到了，之前给扔了。来，灌洋葱，放这儿吧，啊，放上面吧。哎，不行，放上面没东西，啊，放这儿吧。来，果园。然后营养土满配啊，顶配 OK， 放进去，反正有的是钱，花呗，就赚那么多钱不花。睡觉之后继续再收成一波帮铺，看看他是不是还指出那两个东西。你看这不还是输太出油吗？然后螺旋蒸汽，螺旋蒸汽那个出的几率也小，不是几率小，因为出的少。你看，指出这两个东西，哇，真的指出太出油和螺旋蒸汽，其他应该就是靠脸的问题了，可能会出，这个。岩浆灰是吧？这个帮铺是出岩浆灰吧？应该是岩浆灰。这个矿场是钻石，然后蜂巢是蜂王浆，这个是岩浆灰吗？应该可能会出岩浆灰，但是几率很低很低，或者是不可能会出，只有这两种可能。但是我知道他现在太出油出的特别多，六个太出油最少能出30个，就每个最少能出5个。太出油，火山灰，我觉得跟那个等级应该没有什么关系，那等级只是它的那个轮回，只是它那个回合，就是说，跟那个新手是只有一个循环，专家是3个循环，还有个大师是9个循环，这个大师是9个循环，应该它每个东西出的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可能就是它就可以弄的次数多或者少的问题了。这是我的初步判断，因为也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个东西，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，所以说只能是新手的东西。你要有专家的，放专家肯定会更好一点，不是会更好一点，肯定不比那个普通的差，就对了。啊，下面写了可以采取更稀有资源，真的假的？我看看。好嘞，那个，哎，有点尴尬啊，这个当我什么都没说，哎，哇，这个不好意思，又当了一波七人主播。就算你看啊，想想，我要直接输高级的，直接输大师的话，你们那些新手玩的时候也没有大师的，也没有高级的，那怎么办啊？那么只能用新手的，你新手怎么获取那么多资源？所以说只能靠这个攻略嘛，而这攻略还是说只能是新手的嘛？哎，这么解释都没有毛病了。好，下一个是丛林。毕竟我这个东西是给新手看的，对吧？哎，你要是大佬的话，你也不需要看我这个东西了，对吧？你自己也知道哪个地方多，哪个地方少，所以说我这个解释真的是天衣无缝，我都佩服我自己。帮铺，哎，什么玩意儿？我做错了，怎么做了一个电钻呢？哎呀，完了，差一个。没事，这次就试5个，好吧？哎呀，差一个。怎么这么久不玩视力还下降了呢？什么玩意儿？放几个专家蜂房，反正这个蜜蜂啊，算了，这个东西还没搞。
再说直接传送到后院，那是多么的爽啊，多么的幸福一件事，就放在这儿了，我觉得就是这儿了，这个地方非常的 nice 啊。传送门，哎，从那个主院一下传送到后院，再直接传送到主院，哇，既然那个黄金江 一个地方只刷一次，我觉得应该也是真的，因为那个地方确实我这之前找过一次，很容易就找到了，第二次就再也没找到过，所以说我就打算把那个传送门给拆了。啊，又走错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我好像不能拆呀，我拆是不是回不去了呀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啊，都没东西。哎，我怎么给拆了呢？我拆了，他也没返还给我呀。他返还给我了吗？没返还。好嘞，我是不是还得再做一遍啊？哎，他没给我。给的是我出传送站，不是传送门，不是传送器。算了，再做一个吧。哎，还可以再做，可以。正好把刚才给我的钻石直接花没了。来，直接这边放一个传送器，安装，然后那边放一个传送器，哇，完美。好，体验一波，哇 ，nice， 真的是爽，兄弟，这种感觉你是永远不会体会，就是总需要在。那个前院和后院穿梭的人有一个传送器，对他有多大的帮助？哎呀，太爽了，老铁！哇，再来一波！哇，你看我到后面了，哇，我到前面了，哎，我到后面了，我又到前面。好嘞，那个不玩了啊，这个跟个弱智似的，我就封三岁了，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还是这个玩意儿？这次只是太出油了，连那个什么螺旋蒸汽是不是都不出了？啊，出！他那个东西一个地方，好吧，这个跟那个东西是一个的，差不多，都是指出太叔和螺旋蒸汽，还是帮铺还是得放那个家旁边或者是沙漠。肯定想要猫娘还是六六六？肯定要猫娘啊，兄弟，猫娘贵啊，那个猫娘长得好看呐、啊，兄弟。接下来是这个量子遗迹啊，量子遗迹。哎，我发现一个东西。哎，你看这个新手都有一个点，专家有两个点点，三大师有三个大奶吧，那个三个点点。哇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它这个等级的意思。这边还有四级的大师，还有传说的什么什么传奇。啊，这个史诗、超级尊贵、至尊 VIP、皇家贵族、皇冠首领，哎，是不是就那种？啊，差不多。要不这样吧，这个地方再放一个粉红和岩石的，之后呢，这个地方和这两个地方都做成是这个甜心菜啊，都放上甜心菜，然后把这个蒺藜搬到那个欧格登那边去，啊，这个草莓呢搬到那个。欧格登那边去，反正都甩给欧格登，让他自己管理，对吧？我是无所事事。50个粉红史莱姆，够不够？这次啊，把那个，哎，不放那岩石了，再放一个，就是一堆啊，全弄成那个什么？哎，不对，粉红史莱姆吃什么？他没有喜欢吃的东西，他不能双倍产，哎，那就不行了。只能跟他拿岩石来融合，才能让他双倍产，只能这样，只能这么干。方梅，蒺藜，好，再见。这个清除作物，喷。然后这个粉红史莱姆啊，不对，哎，他没有长，我的发，完了，还我几个，还我几个，别吃，还我几个啊！拿错了，这还有，哎，不对，我要被炸死了，还有一个，哎呀，我要烦死了，这什么东西这是？哎呀，从这洗，好，洗出来了，哎，好，这还你。我可以来试一波，来，咱们试验一波，好吧？我是不是傻了？
我为什么干嘛又放一个这个东西？哎呀，等会儿这个东西换了，清除用地。哎呀，一下浪费了好多钱。围栏、高墙、防空网、结晶收集器、音乐盒、自动位置，这个不买了，这个浪费钱，不需要。他什么都吃，那给他喂方呗，反正你什么都吃。来，这一个笼就可以放50个，对吧？这样我就可以专心致志。哎，这什么鬼啊？莫名其妙解锁一个成就，专心致志养粉红史莱姆。哎，我还可以再放50个，感觉我可以放100个。哇，发家致富的关键。我的发，怎么突然跳出来仨？怎么又突然跳出来俩？什么东西？跳出来一堆荧光的，怎么全给我替换掉了？能不能给我点粉呢？我还差2个，来，好，传送，哇，巨爽无比！哇，100个，我感觉还能再放50个，哇，这有点多了，兄弟，但是我产量跟不上啊，就他，啊，对了，他什么都吃是吧？那我可以把什么种类的植物啊都可以给他吃。哇，发家致富的关键，兄弟们，再来50个，我觉得可以，可以有这个，可以有。来睡一波觉，我那还能再来100个，呵呵，哇，巨爽无比！这是一波什么操作？只能放400个史莱姆，扑出来了 ，KF 聪明了，哇，我不是一直很聪明？哇，我什么时候笨过，兄弟？然后跳出来了，不行，只能再来50个了，感觉。他再放多点是不是会卡呀？感觉会不会卡呀？还能再来50个，这里面能放一共200个。这个东西呢，就喂给这个里面的史莱姆，就跟岩石结合的，可以让它双倍产量。然后那边呢，放任何一个种类的作物都可以，它什么都吃，对吧？每天只要勤奋，我感觉有点帧数低呢，不行啊！哎，放错了，不好意思。不行，不能再放了，再放有点卡了，一会儿闻到显卡香气就 GG 了。哎，有点卡了，我这边有30-40帧，哎呀，很难受。调一下画质吧，怎么都跳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是干啥的？你怎么也跳出来了？是我没弹进去吗？能弹进去了，它也不会有破坏力啊，它是怎么跳出来的？给你，全给你，我把所有的都给你，好吧？感觉我永远都喂不完了。哇，爽啊！这波操作，这一波操作猛如虎，一看收成25，就尴尬了。我的。没了，不对呀，感觉你看这么多数量多是多，但是他们怎么说呢？啊，对，有的没吃上是吧？有的还没吃着，还是作物放少了，多放一点吧，多放一点作物。我觉得至少得有200多个，啊，不到200个，得100多个。哇！哇，这收一波太爽了！哇，太舒服了，这个游戏，我要玩一辈子。我有传送门，我干嘛还要从那边跑过来？我是不是弱智啊，兄弟？给我吃，继续吃。从此所有的食物都是粉红的，还是为什么他也给我分种类的？那只能收一个，
第二个就不收了。哎呀，烦呐！一次，我什么时候背包能到100啊？谁告诉我有什么办法能把背包弄到100？还是说只能升级那个7Z 什么俱乐部？哇，怎么这么多呀？哇，终于送完了，怎么还有植物啊？哎呀，这还有，他怎么出来的？你是怎么出来的？你告诉我，我让你出来了吗？一年用一次，一次用一年，哎，多么的机智！之后明年哎再收一次，再用一年，哎爽，哇，这个就很灵性了。哎，你看我一下300多个，哎，有这么多我都不忍心做那个新手的，难受。黄铺。这什么？这怎么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吸不出来了？卡在里面了。还行，好吧，吸不出来，管它。这个地方吧，这个总是放不了那么多。怎么回去来着？死回去吧。怎么死啊？从这儿能死，死回去，跟传送一个样子。我真的是太机智了，我越来越机智了，怎么办？我都佩服我自己，我怎么可以这么聪明啊？难受啊，吗啡啊，不舒服啊，吗啡，我感觉体力要不够啊，老铁。哎呀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哇，吓死我了，最后一点体力啊，到达了陆地。看来我现在不仅是哎聪明了，机智了，而且哎这个运气也好了，这个技术也好了，哎，对不对？不是运气，我没有运气，我是0%的运气，100%的技术。人家说都说一个天才啊，是1%的，天赋和99%的努力。那我呢？我这个天才呢？我是100%的天赋，还有100%的努力啊啊！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蓝色微光啊，出一堆。还是说太初油和螺旋蒸汽啊？这个能出蓝色微光和金色微光，好嘞。然后太初油和那个螺旋蒸汽啊，还是太初油出的多，但是几率是中，哎，这个几率肯定是中。然后螺旋蒸汽几率还是低，出的少，主要是出这个回光出的多，没啥用。这个回光这装饰品，血和能量都是250，说明了什么？250，我看看。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了我是一个智商高达500的男人，对吧？可以，真的是太机智了。只有智商到高达500的男人才能瞬间啊想出任何的那个来解释方法，来解释自己的无能。哎，解咳咳。What the fuck？ 给你。哇，还有，再来一次。怎么没死？看看这是什么，哇，看看这个奖杯，真想上去摸一摸。哇，请用这个地花之秀洗水洗洗手。哇，我能摸摸你的奖杯吗？哇 nice， 真爽。哎，找到了。这所以说这个就在这两个大门吗？搞了半天最近的我没看到。好嘞，有点尴尬了，兄弟。这一波太初油非常少，太初油非常少，然后这个之后就是螺旋蒸汽概率低，太初油概率中。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了啊，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候，蜂房，没错。现在需要这个荧光和蜂蜜啊，荧光啊，荧光啊，荧光。等会儿，我草莓和。我方梅和那什么中了吗？啊，我方梅和那个东西中了吗？完了，老铁，凉了，兄弟凉了，没中。那我纯废了。哎呀 ，what the fuck？ 哇，看他怎么飞起来了。哇，没中，方梅和几厘没了，几厘在哪找啊，兄弟？哎呀，完了。不小心，哎，这回好了，灌洋葱找到了，哼，放没几粒没了，可以，我去开一个箱子吧，看能不能看到。
放煤，这是放煤。箱子找不到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血亏呀、啊！这波放煤怎么没了呀？它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吧？想吃吗？嗯，好吃哦。呼吸巧克力，麻婆豆腐那个东西太难搞了啊！哇，你以为谁都搞得了那么多麻婆豆腐吗？只有像我这种非常有耐心还有良心的主播才会把剪辑弄得这么完美。担心，咱们还有200个。以后建造了这个实验室，我认为在下雨天修补会变得很好玩。我差点三次炸到我自己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猎人史莱姆狂暴的原因是什么。假如想让史莱姆 A 与史莱姆 B 结合，史莱姆 A 吃掉史莱姆 B 的晶体会继承史莱姆 A 的性格，所以如果让蜂蜜史莱姆吃到猎人史莱姆的晶体，会继承蜂蜜史莱姆的性格。也就不会狂暴了。哇，别吧，这有点危险了，这东西。我感觉亮的史莱姆好像变少了。为什么他会往左边偏一点呢？那他如果往左边偏一点，那我就往右了。往右一点，主线往右一点。看到没有？哎，机智如我呀！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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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一点点提升自己的技术，咱们之后就记着点啊。方梅和几离这个东西现在暂时没有，以后随缘碰啊，随缘见啊，以后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无所谓了。乌戈登，哎也不亏，三个柠檬，五个薄荷，一二三四。What the fuck？ 为什么每次量子你都没长啊，兄弟？哎，他又长大了吗？感觉他好像在慢慢变大呀。那你告诉我，这一颗是什么操作呀？这个是怎么悬空了？哎呀，大了大了大了！哇，三个柠檬，再来一个，可以。嘣嘣嘣嘣嘣。火焰斑猫啊，直接放在后面去。
其实没啥用啊，也都放在那个工作台里，熔炉里。这地方应该有木头吧？不，有箱子吧？我的发现还有个宝藏夹，藏在这里，够阴的呀！嘣嘣嘣嘣，哎，没了，箱子。好嘞，来个箱子吧。哎，这是这个树是长方梅的，黑油不等它变大，这是方梅，再来个几粒就完美了。这是干嘛的？啊，没啥用，没什么用。哎，或者中间这个岛是干嘛的呀？我来过这个岛吗？哎，我不记得了。我有来过中间这个小圆岛吗？四周围着海的岛啊，平常出家门是从这儿出去，走一波这儿，这边来过吗？几离在沙漠，好吧，出啊，出啊。怎么回事？不管了，到时候再说。烦呢。僵尸来了，快跑啊！我的发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怪追着我，哇靠！这还是这个当年的史莱姆了吗？怎么变成枪战游戏了？哎呀哎，哎呀！我吸点水，来一波骚操作好吧？好像不行，我的技术不够支持我这波骚操作。哎，没了，都自杀了，跟弱智似的。什么？这不是给你们玩的吗？你们怎么不玩啊？哇，浪费我这么多钱去给你们买玩具，然后你们拿回来你们不玩，狗啊！海水还不能吸呀、啊？啊，这如果能吸的话，我再不骚操作就秀上来了呀、啊！哇，其实刚才不是我技术不好，这个游戏这个设定不到位，对吧？哇，可以有方梅了。舒服，放煤放这儿吧，长出来了。这以前是放什么来着？我也忘了。好了，放好了。哎，我有100个荧光啊！我靠，我在犹豫什么呢，兄弟？我还在担心呢。搞了半天，原来我有这么多啊！哎呀，六个蜂房终于做好了，蜂房，这是最难搞的一个，真的。据说啊，这个蜂房啊，要放在那个什么大蘑菇还是什么大花旁边啊，产的东西多。真的假的？还是大树旁边啊？好像是大树旁边啊，产的东西多。但是我大树旁边不让我放啊。这不是大树旁边吗？可以放这儿吧？那只能放一个啊。啊，随便放吧，不管了，蜂房。OK， 哎，随便再放两个专家的吧，这还是做大师的比较好一点。哎，不让放了，一个种类只能放六个，好像是这样说的。哎，好。嗯，怎么还有一分钟啊？这是什么操作啊？不对呀、啊，这次我睡觉的时间难道不超过15分钟？嗯？我睡觉时间居然不超过15分钟，什么鬼？哇，这么多野蜂蜜的吗？睡觉算时间的，蜂蜜、蜂蜡、蜂巢。哇，蜂王浆 nice， 几率极低。还有一个，野蜂蜜概率高，不对，蜂蜡概率高，野蜂蜜概率中，蜂巢概率低，蜂王浆概率极低，是这样的。下期有紧张刺激的雪地之旅，漫漫长夜，还有紧张刺激的丛林之旅，森林，对吧？哎，好，来，沙漠放蜂房，一定很刺激。
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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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辣风酱，哇，居然还有辣风酱，哎，这么刺激的吗？哇，辣风酱吃的概率好大呀。还有蜂王浆，哎，我的天 ，nice 吗啡，蜂王辣还是高，然后辣蜂酱是中，蜂巢是低，然后蜂王浆是极低，就这样，还剩一个扩展含量的遗迹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 ，nice， 居然一下都做完了，一、二、三。还是得等这一波收完之后才能放那个遗迹的。四、五、六。我的了个 fuck you！ 怎么全都是风蜡呀？怎么的？哎呦，这么多风蜡的吗？放眼望去 ，what the fuck？ 哎，拿什么砸他呀？哎，怎么拿石头砸他吗？不对呀、啊，拿什么砸他呀？我拿史莱姆砸你。呵，还是砸到了，怎么没有啊？等会儿，拿石头砸他。这人还有灌洋葱呢。没砸着。哎哎，这要挡住了还行 ，nice， 哎呀，爽啊，老铁，可以。好，风蜡好多呀、啊，风蜡概率是极高，这是最高的一个，极高。极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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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不推荐用这种方式来得到凤凰浆，如果想得到凤凰浆还是推荐做大师级别的东西或者是专家的。这个黄金晶先放在那边，好，两个了，还差最后一个，在量子遗迹，走吧。走蜂房，好了，死回家。哎，这次是绿色辉光，哇，原谅辉光还行，全是原谅色，什么玩意儿？风蜡、蜂巢、绿色辉光、金色辉光。风蜡相对来说有点少了，这概率是中左右，中左右，也不是很多嘛，还差一个在哪来着？看一下啊，蜂巢万年概率低，没有高的石头，哇，搞好了，好了，那么，哎呀，等会儿先放一波。好的，那么感谢各位收看本次的视频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
拜拜。硬币收藏一个关注，良心主播跑不起来，一人一句喜人主播，我的心情会变糟，但也不能代表什么，谁让我是盖世英雄，前方无人艰难险阻，投个硬币行不行？